大树就是时间的见证，大树脚下连系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，这就是四十年大树脚茶档。四十幾年，從邊個開始啊？哦，麥耶嘅手啊，哦，即係第二代啊，屬於係。依個地方咧就比較大自然啦，天然啲咯。講真啱，冇正式係樹底下嘅，即係得我一檔可以講係。我媽話唔可以做晚事，跟住我哋先啲後生嘅就中意跳飛機，中意出國，中意成嘅咯。跟住就，哦，跟住近呢十幾零年我翻咗嚟接手咯，接手咗差唔多翻嚟有二十年嘅接手開。初初我翻嚟接手嘅時候都冇喺度，一路新馬山嚟，兩公婆翻嚟，慢慢推落雞公車，推到嗰度去，一車一車推。呢度唔坐得嘅，呢度淨係得嗰幾張台嘅啫，前面，即係前面得嗰幾張台，廁所都冇咁靚。廁所嗰間以前嘅廁所仲係一個白鐵嘅，一個坑嘅啫，流一流就流落嗰啲草嗰度去噶啦。之前啲人話嚟到新馬沙地嘅全部嘅。依家嚟到行都行開咯，係咪？如果你嚟食嘅話，仲可以有啲娛樂性，可以參觀下壁畫咁樣，仲有個釣下蛤、釣下魚都有，可以釣下錦鯉都有。我哋咧呢度主要新馬條全部長大嘅，我細細個嘅時候就分張分檔啫，以前我哋係啊，跟住好似六歲啊、五歲啊，又冇人又冇奶媽又冇成，我老媽只有賣張品喺檔口度自己賣，就瞓喺張品嘅台底下邊咧就。真噶，細嘅時候咪放紙喎，親人哋放紙喎，一大班咯，就唔同依家啲細路啦，病咗佢就可以掃下機咁樣啱冇。以前我哋邊度有咁嘅娛樂嘅？中秋節啊，依度咧就未咩舉辦過嘅，屋企咪自己點下蠟燭咁樣咯。我哋攞啲牛奶麥啊，剪開噶，啊牛奶麥啊沖茶咁多牛奶麥，開個窿嚟就最簡單噶啦，放個針車碌落去，有掃把棍，係咁碌，係咁碌。啊！燈籠冇你買落嚟，佢咁樣咯，自己做啊，環保啊又。第一出市中心又近，又冇，不如講啲出市中心最近嘅，比如講新村咁嚟做，係。喺文東嗰啲仲話可以，仲可以搭巴士，比如講完全冇巴士車搭喎，搭出街場冇喎，完全行路都到街場，真係嗌做。以前我係斗記啊，睇半夜場啊，真係行路出嘅啫啊，早場又行路出，炸冷格機翻，炸冷格機去，啱冇？去到大灣區嗰度有得睇嘅咯。以前治安就好啲啦，講真啦，